吃一颗汉堡会胖三斤，不好吃，没有免钱，热量照算，吃多少胖多少，而且消积会不受理，所以吃汉堡一定要很计较。面包好吃是基本，重要性跟 kiss 一样，这关过不了，后面就没戏唱了。说了这么多，是要分享面包怎么做吗？倒也没有，嘿嘿。听说得不到的最美，吃不到的最馋，被讨厌的勇气，静茹没给我太多。所以我要讲一下汉堡的酱汁，免得有人留言浪费我一分钟的时间，讲得好像很珍贵，一分钟几千万上下，不小心打出心里话。汉堡酱料有这些：IKEA 芥末士罗酱、法国芥末籽酱、松露美乃滋、番茄酱、黄芥末酱、墨西哥辣椒、腌酸黄瓜、糖、苹果醋、黑胡椒。应该来不及抄，你可以多看几遍，不收钱的。看我吃不会胖，但我会。约定好，看完给个赞。我是金鸡师，下次见。好。